歌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写一下人不为己这四个字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写一下。人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字呢，其实你觉得它只有两个笔画，可能觉得很容易。其实呢，如果你把这两个笔画的倾斜度写不好的话，其实还是会写垮掉的。尽量呢，这个最低点呢，这个最低点不要低于这一点的最低点，也就是说这一点是最低的，所以这一笔呢是偏上一点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。人不为己，不字。好，大家都听过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是上一句。起码这个不字呢，一定要这一个竖呢，一定要居中。好，左右对称。位置，哎，从这里挑上去之后呢，拉长一点，哎，从这里不要突出太多，就往这里撇下去，因为多出来的时候会不好看。好，位置，哎，位置呢，也是写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写好。最后一个字呢，是一个己字，往这上面抬，参照，哎。这个竖钩呢，一定要把它写好，特别从这里转上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勾得非常的利索。好，今天我们这四个字呢，人不为己，好，就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